女人到底可以忍住多久不去找男人呢？今天啊，我就把我们女人的这些小秘密啊全部都告诉你。反正呢，我也不怕得罪人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女人呢就像是鲜花，男人呢就像是土壤啊，土壤必须提供养分给鲜花，它才会盛开的娇艳呢。反正呢，土壤没有鲜花，它也不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。所以我说吧，男女之间呢都是一个互补的，男人和女人呢谁也离不开谁。如果说呢你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呢，也要稍微的去主动那么一点儿。毕竟呢，茫茫人海之中啊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，这个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呢。如果说呢你现在依然是单身的话，或者说呢你现在还特别的想找一个女朋友，但是呢找不到，那么我建议你啊试试这一款泡妞神器了，能够让女人的荷尔蒙瞬间的飙升，就是这款男士香水了。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